车，你别看这是一条国道，但是他们这里的车是非常的多啊，就在国道上，不知道是不是过节的原因啊。乖乖，好多大货车刚下高速，我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盘锦啊。他们这边好多大货车，现在是属于这种，哎呀，你看大货车。还好长的队啊，这个大货车。哇塞，右边，这右边好大一个酒店，停车场超级的大，但是没看到车啊，没什么车。这些大货车啊，都是等着上高速的。全是这个辽宁的牌子啊，足足有4-5公里啊，是怎么堵车堵这么长啊，他们是上高速的话。哇塞，前面红绿灯吧，应该看过了红绿灯还有那么多大货车还在排队，这到底是堵了多少多远啊。我那个乖乖，这堵了3-4公里啊。哇，那个乖，哎呀，这里没怎么堵了，一直堵到这里。盘山石新镇，离我的这个露营地啊还有2.8公里，很快就到了啊。这应该是一个小县城吧，又好像是到了农村，感觉我现在不像是在城市里面了。到了，朋友们，这不知道是什么景区啊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景区啊，没有人，我这车就停在这里了，先去上个厕所吧。我刚从那边过来啊，
这个一路上都有很多这种磕头鸡群啊，就是很多的磕头鸡在一块在那里采集石油。我看一下我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啊，反正就是很多这种油田啊，感觉这里，我看一下我现在是在哪里啊，我这走过来是一条很小很小的路，我现在在哪里啊，我现在在这个盘锦市新龙台区数八支，不知道是个啥地方，反正的话很偏僻，这里它过来的话都是一条很小很小的路。哎呀哎呀，等一下就做饭了，朋友们，还好啊，你看今天有这个盒饭，直接就可以炒着吃了。这旁边有厕所，这里也是蛮方便的，就我一辆车。看这外面好大的风啊，虽然这外面风很大，但是在这个车里面一点都不冷啊，很奇怪啊。像之前我在湖北的时候，如果外面很大的风，我就会一直打喷嚏鼻炎嘛，奇怪在这边为什么一点感没有反应啊。昨天晚上其实我都听得到很大的风，没有人啊，在景区还是没有人，看车都很少啊。那哥啊，他棉衣都穿上了，穿的羽绒服啊。穿上袜子，把袜子穿上了。哎，一年当中，真的，一年当中都很少穿袜子。我们今年居然我居然穿上了，这鞋子都好久没有穿了啊，他们都不知道哪是哪一双。好大的风啊，关上了，哇了，好大的风啊，往这车里吹。外面起码有五级风，好大的风啊，这个饭这个怎么多呀，这个是昨天在路上打包回来的，还没有收，还有豆腐什么的，就吃这个算了吧。这个风也太大了啊！
太大了，随便尝一下吧，算了。开饭，开饭。风太大了，我去。凳子都吹翻了，哎呀，太难搞加菜。加饭。没饭了啊。菜太好吃了吗？把这个饭都搞光了，没饭了。属实有点尴尬，菜太好吃了啊！呵呵呵呵。